一艘蓝白相间嘅巨无霸叫做莫比豪华客滚船一号船，由中国船舶广船国际为意大利一家航运公司制造，佢嘅总吨位达到70,000总吨，吃水深度7.2米，船长237米，型宽33米，系目前世界上最大吨位嘅豪华客滚船。客滚船它更着重于交通和旅游的一个结合，下半部分它主要是用于滚装上货，小车、卡车、货车、拖车、箱型车都可以载着货，那么以滚装的名义、滚装的这种方式，上到船上去。那么然后这船的上半部分，那么它有客舱。莫比客滚船总共有13层甲板、4层车库，拥有536间舱室，可以容纳2500名乘客。内部设施媲美豪华游轮。值得一提的是，广船国际拥有这艘船100%的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100%国产绿装国产化。我们少一块板材都要到国外去进口，大概的周期需要1到2个月，而且成本的话是一块板材的成本大概是50-60块钱。我觉得是吧，到国外进口的话可能就是20,000美金，所以说现在我们去的这个材料就当天可以送到位，极大的降低了我们建造的成本。莫比客滚船在交付之后将会用于地中海地区的客货运输，目前它正以试航形式靠泊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后续会返回广船国际龙月造船基地完成正式启航前的准备工作。不断地在完善整个的硬件的这个配套设施，借这一次这个船港结合的这个契机呢，我觉得未来我们中交城投和广船国际在整个邮轮产业的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也相信呢两大央企这个携手呢，能够为南沙甚至整个广州的这个邮轮产业的这个发展做出我们自己应该有的贡献。